们龟山区是桃园市的第二选区，也是目前人口成长最快的区域，所以呢，我一直致力于我们龟山的各项大型建设的推广，包含捷运中线、国民运动中心等等。那因为呢，我们人口成长迅速，大多是来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年轻爸爸妈妈们在我们这边组成小家庭。那所以我也希望呢，持续的来推广这个妇幼政策跟长辈福利政策，希望呢，打造我们龟山成为安居乐业的城市。